台南警方昨天晚间呢，是在一间日租套房破获性爱轰趴，里面有12名的男男女女一丝不挂被查缉。朱先张姓男子呢，在4个月前呢、就曾经被逮捕，这一次是经不住支持者一再的拜托，请出4名年龄只有平均年龄是40多岁的女子呢，装扮成清纯学生妹的形象，在网络上打出圣诞节这个庆祝的性爱趴，也吸引一票男客报名，人数爆棚，有人因为落选气得向警方检举。原警破门进入房内，一群男男女女全身赤裸，惊慌失措。房间里的这一对躲进棉被里，另一间的2个人则是吓得跳下床。这名女子仅穿薄纱，在厕所内捂着耳朵，不敢面对警察。小姐，你先说话。衣衫不整的4名女子，平均年龄44岁，在主嫌张姓男子的策划下，扮成学生妹、人妻、空姐、护理师等形象，在社群抛出讯息，收费举办耶诞节性爱趴，不少男客因此被吸引，报名人数爆棚，有人因为落选，愤而向警方检举。网络巡逻发现有人利用推特社群，邀集举办性爱轰趴之不法情事，并将于12月22日至台南市开趴。获选的男女加上张姓主嫌和女友总共12人，22号晚上租下台南这间日租套房集体性交易。由于张姓主嫌已经是累犯，行踪早被警方锁定。张姓男子在今年8月24日也曾组团来中西区大埔街民宿举办性爱轰趴，为本分局当场破获，并带回12人送办。曾经被逮的张姓主嫌，经不住支持者一再拜托，二度冒险来到台南办性爱趴，因为落选男客的愤怒检举，再度遭到查获。记者姚文华台南报道。